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子，欢迎光临视频。今天我来到了双河市场，这里来吃牛肉面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几天之前，我来到万华区的双河市场闲逛，无意中发现这家牛肉面小摊位，有面也有河粉。招牌标示的价格让人十分惊喜，今天特地来这里吃晚餐。一问之下才知道这家小店开业不过六个月，谷歌地图上甚至没有标示店名地点，老板也没有在脸书上宣传，挂出的招牌也是隐晦不明，是一家妥妥的隐藏版美食。来这里消费多数是附近居民，店里内用的环境很狭小，还没有到吃饭时间就开始有客人来外带，生意非常好。这里的菜色并不多，只有牛肉和牛筋，面种有宽面、细面加河粉，就这几样翻转变化。我点了一碗牛肉河粉，河粉在台湾面店里比较不常见，这里的河粉是宽的，搭配牛肉汤，十足百越风味。河粉弹牙柔软，牛肉软烂滑香，汤头里加了酸豇豆和辣椒，我顺势倒下许多白醋，整碗河粉吃起来又酸又辣，有桂林米线的味道，很舒服的一餐，我非常喜欢，绝对还会再来光顾。多久了？我们快半年了。半年？难道我以前还没有看到？喂？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